三十岁之前靠的是基因，三十岁之后靠的是什么？努力。而且这样吸很像韩剧女主角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哈雷米。大家都知道我的工作是时尚编辑嘛，平常很爱吸收很多新讯啊。可是最近我同事跟我分享了胶原蛋白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突然一时语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胶原蛋白好像是实行已久的东西，然后也很多女生都在喝，我竟然好像从来没有好好喝过胶原蛋白，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忘记事情的人。胶原蛋白你这么贵，我如果忘记不就是很浪费钱吗？我最后就决定 no， 我就不要喝胶原蛋白了。可是没想到最近我们同事都还跟我分享了一款很厉害的胶原蛋白，据说是不老女神孙艺珍都在使用。孙艺珍已经40岁喽，但她看起来只有22岁的样子，所以我就问她是哪一款，就是她 M2 超能胶原饮。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包装？很可爱吧？我其实有点惊讶哎，因为呢，大家记得以前哈雷米不是都会跑日本的药妆店，然后我还印象停留在那时候的胶原饮都是一些粉状的，慢慢开始有一些罐状的胶原饮，对不对？可是都是玻璃瓶装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麻烦啦，因为有点重。可是这个很厉害哎，它是做成这种有点密封的样子。然后一包一包的也很轻，可以随随便便就丢进我的包包啊，办公室放几包，感觉我就不会忘记。我们现在来喝喝看它好不好喝吧。哎，其实它还蛮好撕的耶，一下就撕开了。我喝的有美吗，摄影师？哎，很好喝哎。因为我之前不太敢喝胶原蛋白的原因，是因为不管胶原蛋白，他说哦，他做的有多好喝，都有一种奇怪的胶原蛋白的味道。我很少喝的人，我可以很敏感的感觉到那个味道。可是这个，因为它的胶原蛋白的莓果味道做得很浓，所以喝起来很像果汁，我自己很喜欢。而且这样吸，很像韩剧女主角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好美。除了它很好喝之外，其实我还要介绍它的功用有多厉害。因为啊，我听说它这一个胶原饮是市面上胶原浓度最高的，有6000毫克。这个胶原饮里面还有含一个韩国专利的双生胶原。什么是双生胶原？就是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二生态跟三生态，可以让你养颜美容。除此之外哦，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是它有百位皮肤科认证，还有国际无添加的认证，以及国际美容编辑还有对它做过报道。这么多专家对它的评价都是这么好的，你喝这个胶原饮可以不止安心，而且还不是喝型安的，真的是最懂保养的胶原饮了啦！我觉得保养真的不能等因为身体都会直接反应给你知道。我有一个名言，就是30岁之前靠的是基因，30岁之后靠的是什么？努力。厂商，你有看到我吗？希望呢，你之后可以再寄给我，然后让我可以实测30天的 before 跟 after， 然后让大家看看我喝30天的效果。大家去下单哦，拜拜。